姓周，零件匠啊，我是2002年进的高校，然后滑板呢是2006年开始教滑板，因为那时候年轻，然后喜欢这种极限运动。我们学校是属于艺术类院校，然后所有的学生他比较喜好这种极限类的或者说时尚类的运动，然后就开始把它引到校园里面来。刚开始也不是很好，因为学生怕这项运动，后来慢慢的就适应了小广场里面，然后在那里玩。为什么？就是它有很大的一个魅力一样的，然后把我吸进去了。吸进去了以后呢，会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有很多的人他不会理解滑板，刚开始的时候不理解滑板，他对公共的设施他其实起一定的破坏的作用的，然后他偏偏的是那种男孩子比较，比如说男孩子女孩子比较时尚的，然后给别人的感觉，对我们中国人观念来说，给别人的感觉好像是那种坏孩子。可是近几年慢慢的他就拉上来了。